蝴蝶同学，你怎么了？爱情这杯酒，越喝越没有。原来是恋爱的烦恼呀！让我用星座配对来帮你好好看看。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呀？作为一颗卵的我，是9月30日被产下来的。但是直到次年2月27日，我才变成幼虫。你觉得哪个才是我的生日啊？那先看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什么星座吧。他的出生日期是……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阿仁看起来就心灵脆弱，敏感胆小，脑子还很笨，应该是巨蟹座吧。胡说，他那是坚持不懈。哎呀，就当他是巨蟹吧。先假设你是天秤座，让我来看看你们两个的配对指数。这个不准，一看我就不是天秤座，我应该是双鱼座。行行行，你说了算。巨蟹比较内敛，所以你要主动发起爱的攻势。阿仁，感受我炽热的爱意吧。救命！要不叫阿仁好友深入敌后吧。啊，巨蟹座未来3天的桃花运走高。哎，下一个。